高饼饼，你怎么把关的、啊？你当二厨几年？4年。你再不改改你这个差不多的个性，二厨这个位置就换人做做看吧。你晚上不睡觉，夜猫上班 ，ING 啊？都想没想说，但都什么不能说。那你做什么的？生命服务业。李医师啊。Hello， 酷哦。周小妹好怕哦，但周小妹假装不怕。哎，你一直说李如龙是你前世今生的注定情人，你记不记得你为了买皮尺给他存了很久很久的钱，结果他却把你忘在教室，自己直接走掉。哎，这种人你要继续等吗？你一定要等我。我刚做噩梦了。做什么噩梦？我梦到我的前世情人了，可是竟然是我最讨厌人的脸。哎，那就应该改成前世仇人啊，来讨债的。好了，我可以帮你代班啊。知道了，拜拜。急诊203，好，我马上到。王医师，产妇意识丧失，血压下降。通知麻醉科到房，叫小儿科医生 stand by。等一下啊，医生，我小孩子我看时辰的。小朋友现在情况很危急，谁让我谁负责？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辰是大凶啊？你负责得了责任吗？这个孩子自己选的出生时间就是他的忌时。又有家属要告你了。哪一个妇产科医师身上没有几条官司啊？你现在立刻回家统领休息，不准去代班。不想要更年期提早到的话，就照我说的去做。他会不会只是嘴巴坏而已啊？上次在阿梦那里看到他，蛮帅的，可以呀、啊。他那种人怎么可能帅啊？我每次遇到他都超衰的，好不好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听说老板找了一个新的甜点主厨。生命是一场流动的飨宴，我想让我的甜点。是一场一场华丽的冒险。老师竟然回国，而且就出现在我面前。以后不要在门口偷看，我给你特权，你可以进来我厨房。如果老师他关心我的健康还有身体状况两次，一个人也没有把你放在心里，就是从这些小细节就看得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冰冰公主，搞不好她真的是你的真命天子。我从小呢就很喜欢做梦。不同的时代，不同场景，那个男人不断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有时候他会穿军装，有时候穿马褂，有时候他还是皇帝。遗憾的是，我始终看不清楚他的脸。没看到脸，怎么会知道他是你轮回多世的真命天子？很奇妙吗？他就是我生命里的一部分。如朕亲临，台氏东森联合献映。